粉丝一般聊天都聊什么？他一般不会聊天，他一般就是，啊，哥哥好帅哦！啊，今天哥哥生日，天哪！你今天有上传那个去抖音吗？对，我昨天有打卡。你现在几级？他应该这个状态哦，所以我刚刚整段是什么？嘿，那个穿穿牛仔牛仔裤、裤、白小鞋白鞋的。妹妹们，小妹妹，OK，好。要酝酿一下。嘿，那个穿牛仔裤、小白鞋的妹妹，不要再跟你的同伴讲话啦，注意看前面，不要踩到别人的鞋哦，尤其是我的。